你们这是谁做主啊？啊？谁叫的外卖？我不是来送外卖的，我是来报名入队的。我叫冷子峰，我要报名参加镇与学院的击剑队。我很强大，拳王猛虎都不是我对手。喂，这里是击剑馆，不是拳击馆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大侠不看岁数。昨日我是一个超级拳王。 明日的我就是一个击剑天才，我看你是傲盛学院派来捣乱的吧？不是，相信我，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击剑天才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这小子还真能吹啊！哎，我是认真的。哎，你放下，放下！哎，放下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真不是夸我自己，我还真有天赋啊！我上次打败那个什么。 情深深雨蒙蒙，这名字我忘了，就是身上有欧元的家伙。什么欧元美元？我说你小子脸皮还挺厚啊，你怎么不去研究防弹衣呀？我孟天寒告诉你，想进镇宇学院，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参加考试。小心点儿，下次再闹把你扔出来。你就让我见见校长吧。我，哎，你再敢跟过来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听见了吧？来了，走吧。 小心点儿！冷子峰，冷子峰，究竟在哪儿啊？校长。哦，这是二军的测试。 冷子峰，这不是刚刚在击剑馆的人吗？他刚刚在击剑馆。对啊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不是校长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你把他赶走干嘛呢？去把他找回来呀。快去呀！哦哦哦！教练，哎，教练，怎么样？找到没？ 没找到，没找到，没找到。你们呢？没找到了。哎，真是，这会儿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教练，这冷子峰他到底是谁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呢。哎，算算算，快去找。啊，哎，好好，咱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！别跑！ 还是假的吗？不过我真佩服你动物本能啊，总在危急的时候找到我。不是你仇人怎么那么多啊？像韭菜似的，割完一茬还有一茬。真的是吗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真想我了？不仅我想你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想你。太夸张了，难道你姐也想我？哟。 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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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赵一恒，赵振宇的赵。嗯，你爸是赵振宇。嗯，是我老公就是赵振宇，振宇学院的振宇。哦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难道我的梦想要实现了？疼不疼啊？疼，好疼，特别疼。不过再疼也没关系。哇，我的梦想要实现了，要实现了！耶！